演出的曲目。那我们今天来让中间的朋友也听听看我的创作曲，然后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，叫做《Lily Air》，透过弓，透过弓。然后就像刚刚国俊老师，他也是可以够乐器，我们也是只有气流要乐器管身渗透空气而发生的。对，《Lily Air》透过气流传达我们对音乐的热爱与想法，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曲目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 YouTube 频道。
Lean Back Home。好，在有微风的状态呢，如果大家有带伞，要记得撑伞哦。不过也是可以帮我们小小的祈祷一下，放晴，不要飘雨。好，接下来要演奏的曲目也一样，也是抖音的系列的曲目。这个曲目呢，它是男女对唱曲。那我们要以小提琴跟长笛作为对唱，然后我会负责女生的声部，他会负责男生的声部。我们来诠释这个曲目，叫做《失眠飞行》，送给大家。
洋洋送给大家。好，即将到了我们今天演出的尾声了，感谢大家陪伴我们来到中山，并且呢有时候会飘雨的状态下，大家还很热情，很意志坚定的支持着我们，非常感谢。那接下来我要来演奏的曲目倒数三首曲子，预告大家，第一首是尤罗尼卡佩鲁，然后第二首是红莲华，最后是千本樱。哦，我的尤罗尼卡佩鲁的观看破万了，我预言下一位应该就是你，大家赶快去他的频道支持一波。那我们就热血，用热血来希望下雨赶快停。 Let's go。